表演嘅。靠西音歌咩？唔係大學生個女啊！而家非常之流行嘅仔啊，個仔啊，咁靚嘅。我哋俾個糖一糖鐘咧。基本上嚟讲咧，就系十岁左右，十岁，俾你掌声，我哋十岁嘅运动员，十岁。運動員咧，佢係出身就係廣西嘅山區。因為佢自幼咧就係無心向學，讀書不成。搞嘢啊！咁佢文唔得，我希望佢能夠喺武嗰方面咧就係發展佢嘅所長。連續有三場的比賽，他拿了兩場的亞軍，一場的季軍，兩亞一季，是兩亞一季。好，俾掌聲兩亞一季先。好。我哋年輕人啊，我哋年輕人龍脈嘅人，想成為後輩咧，能夠支持我哋呢個傳統嘅文化噶，林哥嚇。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或者我哋中國。過年都喺度舞獅，其實舞獅背後仲有好多意義嘅。好，佢嘅意義咧就係我哋俾人頭希望將呢個南獅嘅文化有呢啲咁嘅後起之秀。希望他們能夠保持這個文化，繼續推舉這個文化，讓我們這個文化那個光芒繼續燃點下去。好，燃點下去，好，多謝你們，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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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非常危險的，咁佢都係受過呢個嚴格嘅訓練嘅，係咪？每一隊運動員，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只要你能夠。好咗啦，咁如果在座有小朋友嘅咧，翻到屋企千祈唔好模仿啊，一定要爹哋媽咪。是將你們是走去學好這個繩絲，這樣才可以做這些危險的人歌。
仲有另外一種意義就係、是、我哋飄零堂咧就係2005年成立咗個飄零基金。之前啊，咁咧就專幫助咧就係山區所有讀唔到書嘅細路仔，因為讀到書嘅好多人去關心，好多人去幫忙。但係如果讀唔到書的話咧，好，我祝你呢一次嘅善舉咧，源遠流長，成功萬里，多謝，相當有意義，而家有機會揾住你支持。超過10間嘅學校，10間係助養咗咧，就係幾千個細路仔。由幾時開始咧？我哋係2005年開始嘅。哇，數數手指，6、7年啦，係啦，6、7年，相當之有意義啊！仁哥，最高嗰條裝腳，頭先提過係有幾長？2.9米。係。其實我哋咧就中間有條鋼絲個飛越咧，就可以見到。今天來到39這個變界，大家可以利用今晚就將這個變界開放更闊更大，尤其是這個農莊給我們更多多的健康的地方，可以各處大家的所長，也會帶動大家充分的使用。阿仁哥仲有一堂聖詩係，咁呢一堂聖詩咧亦都可以講下，因為呢堂聖詩咧喺2004年咧，佢係香港嘅詩藝最高嘅舞台馬來西亞嘅文嘅，得到冠軍嘅世界詩王。我們就是專程就是做了兩個環節裝飾，咁咧就係近年咧先有呢啲咁嘅難度，咁希望大家。扭翻咗個樓，哦，經過深入嘅調查，好。
賽車一樣叫做漂移，是最新的動作，是這兩年才開始有。但是它的漂移和一般的漂移不同，就是它兩隻腳一起搭裝的，一般都是一隻腳搭先。沒錯。那我們講回，就是它做了腦手術之後，醫生說它以後都摸不到屍，就是叫它離開了。但是它因為通過它的堅持向外力，再搭上屍的回翻裝。精神是，咁啊喺呢度咧就係亦都祝願各位，遇到問題，只要你肯堅持，肯不放棄，你一定會成功嘅。睇住，有兩條，我哋做生意一樣，翻起佢。因為他年紀太小，所以飛躍不到兩點八，他只能夠飛兩點七。俾啲掌聲！哇！好勁啊！Thank you.